现在请第一位到第十位表演顺序的小朋友，麻烦请都到后台集合。那接下来第十一位表演之后的小朋友，我们会在第七位小朋友表演的时候呢，就是进行唱名这样子。欢迎参加2017年7月1号海国音乐教室古典音乐成果发表会。首先，我们要邀请第一位表演的小朋友刘芷彤，他要表演《洋基歌》还有《小星星》，请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接着第二位小朋友陈婷宜表演《快乐的农夫》还有《王老先生有块地》。张朝云演奏《西班牙舞曲》还有《伦敦交响曲》。
前要表演《小鳄鱼》《天鹅湖》《海豚之梦》。小童小朋友请先到后台集合，接下来第五位表演的是 Holly。
第七位石应宇表演睡龙去游泳池吧。
请11到20的表演者请先到后台报到。接下来第10位演出者黄宇杰，请给他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演奏小白花，我的邦尼，剧表演。
行表演《仙女奇缘》。李鹏颖，微笑的河马。是四手联弹的表演，玉林跟彭颖合奏进行曲。留到最后，我们将会有一个大合照。接下来第十六位张永宁演奏《威廉泰尔序曲》《蝴蝶歌》。
第十八位陈和廷演奏溜滑板还有独角兽。21到30的表演者到后台准备。接下来第19位刘雨婷演奏塞维尔的庆典。
请陈佳妮、许哲雅、蔡庆瑜到后台集合。接下来第21位，陈佳莹演奏《小圆舞曲·骑士》。
第二十四位黄玉婷弹奏土耳其进行曲。陈佳妮弹奏莫尔大河。
陈央瑞。许哲雅弹奏，我是快乐的捕鸟人。
30位陈敬山弹奏《卡农》。请到后台准备。接下来欢迎第31位演出者李怡修。
四位，张成佳演奏 G 大调小奏鸣曲。接下来是骆雨安表演大象。
来由林宇恒演奏。31的演出者到后台准备，接下来欢迎韩梦珍演奏。
接下来欢迎钟敏轩演奏。接下来欢迎第36位廖宇辰演奏《安达卢西亚舞曲》。来，欢迎第37位演出者周威林弹奏《嘉禾舞曲》，张朝亮伴奏。Thank you.
宾第38位。请第45位、第47位、48位演出者到后台准备。欢迎第38位朱嘉怡演奏《丢丢档案波兰舞曲》。9位，张晨瑞演奏《土耳其进行曲》。
奏。第41位李怡璇带来小提琴表演，哥哥李怡昉钢琴伴奏。
林佑学表演。节目演出完毕，我们将邀请台下大小朋友一起上台合照哦。接下来欢迎第47位钟杰林演奏《莫尔道河》。由邱子婷表演，请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
谢谢大家的参与，今天海国音乐教室古典音乐成果发表。那我们所有的乐曲都已经就是演出完毕了，接下来请台下的三小朋友，欢迎你们就是亲人上台，移驾到台上来进行一个大合照。